他前后两只吊背可以俯身起700多米。那你对这船很了解的感觉？他要去，他回去澳洲当皮尔。你怎么会都知道这个啊？这个航线你怎么会知道？好厉害！有研究他跑哪一个航线的，他大概半年来一趟。对，好厉害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船。因为他这家公司是那个总部在荷兰，然后他主要是做起重船，就是他同一个系列，他叫单皮二轮啊。然后他的师徒就在赖比瑞亚、毛瑞比亚。他有很多条啊，都是这种型的。不过他还有那个900吨的。900吨是比这个号是更大。对比这个更大。因为它主要是做杂货船在用，它可以吊东西，啊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种类的货物，就不像平常的货柜只能装货柜那样。对，这个就比较像多功能船。这间是算是那个。